用舌头舔一舔，伤口就能治愈，代价是付出对应的寿命。在2020年，有这么一部大尺度动漫《无能力者娜娜》，女友一上场就抱着女主大对舔，这么刺激的番剧，你确定不来看看它究竟讲了什么吗？或许只需要听一个开头，你就能被它的剧情所吸引。故事展开是在一座封闭式的岛屿上，这里有军方安排的学院用来教学，因为这里有所有学生都是超能力者，军方培养他们只为了日后能够对抗于50年前就出现的势力人类之敌。本来岛上的生活异常平静，可直到两位转校生的加入后，暗黑残酷的猎杀游戏就已悄然进行。第一个转校生名叫小野寺公也，他被班级里的恶霸威胁，都不愿意说出自己的超能力。相反，另一个转校生娜娜则是洒脱说出自己的超能力是读心术。周娜娜被安排到被人倾城欺负的学院中岛身边坐下，接着娜娜疯狂主动搭讪中岛，甚至还替中岛说话，以至于中岛对娜娜的好感直线上升。后来娜娜还举荐中岛担任班长一职，这个行为让全班沸腾，因为在他们看来，成为班长也就意味着在未来如若与人类之敌交战就是绝对的领袖，抢了班长的人还有饭岛和成也。于是乎，公也提议打一架，谁赢了谁就做班长。比赛约定在明日进行，娜娜看出了中岛对领袖职位完全不在意，于是继续死缠烂打。可中岛不想当领袖跟自己的家庭有着必然关系，那是他不愿意提及的过去。在两人来到一处悬崖边时，娜娜却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推下悬崖，幸好中岛反应迅速救下了娜娜。这下他更加能确定自己收到的讯息，人类之敌已经入侵岛屿。中岛的超能力不愿意告诉别人，也是为了防止被人类之敌了解，会这么谨慎全是白父亲所赐。因为中岛其实是一个极度渴望成为领袖的人，他想证明给父亲看自己不是废物，于是这个念头就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因此他的勇气也在这个环境中被慢慢剥夺。娜娜的出现就是来拯救他的，但同时也是在毁灭他。隔天的比赛，中岛依然没有参加，不过饭岛的火焰不敌成也的冰魔法，不服输的饭岛竟然释放出大招丢向了群众。眼看火球就要砸到娜娜身上，中岛最终不得已出手化解这次攻击，原来他的超能力竟是魔法无效化。中岛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但是这个超能力明显就是 bug 般的存在，加上保护同学有功以及娜娜推动，最终中岛真的成为了班长。这一次中岛的信心重拾，他感谢娜娜，是这个天真无邪的女孩鼓舞了他。可就在这唯美的夕阳下，娜娜却亲手将她推下悬崖。之前的活泼荡然无存，中岛的威胁实在太大了，让娜娜不得已先将这个能信任自己的人给处理掉。所谓的读心术也不过是娜娜通过心理学来观察他人的技能罢了，因为娜娜是无能力者，她来到这座孤岛是为了杀掉所有的人类之敌，而人类之敌的真正身份就是这些超能力者，只不过他们本身并不知晓罢了。当初第一批超能力者诞生就因为力量的强大而不安分，所以人类与超能力者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战斗，但最后是人类获胜，可超能力者无法完全根除，于是便表面上接纳他们。这座孤岛的存在意义就是囚禁他们，然后再逐一杀死，而娜娜就是政府派来的卧底，他现在首要目标就是了解身边人的超能力，以威胁程度安排猎杀顺序。这次他盯上了拥有时间停止超能力的杨平，但是在一次试探时却发现对方的超能力并不是停止，而是回溯，通过改变过去的事物来产生时间停止的错觉，并且杨平本人是一个穿越回到一天前的过去，然后改变未来。就在娜娜心里盘算着如何猎杀杨平时，公也却站在他的身后，因为他要拜托杨平调查一下中岛消失的事，他总感觉学校似乎在隐瞒着什么。同时昨晚公也还看到娜娜跟中岛一起出去，娜娜作为暗杀者的应变能力实在很强，她先是以人类之敌出现作为借口，并谎称通过读心术听到公野心中奇怪的声音，借此让杨平对公野产生防备心理。不过杨平确实想要调查一下中岛消失的事情，毕竟人类之敌如若出现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在调查的时候，娜娜逐渐对杨平的能力有了更深的了解，那就杨平在穿越过去的时候不能被人发现，否则就会自动回到原来世界，不过这个能力堪称逆天。杨平真的根据回溯找到最后中岛消失的悬崖边，下一次回溯就能看到真相。娜娜没有办法阻止，只能祈祷过去的自己可以发现杨平。果然身为暗杀者的他异常警惕，过去的娜娜真的发现了杨平，以至于这次回溯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调查暂时终止。可娜娜却已经有了计划，在夜晚她找到杨平，告诉他关于中岛死亡的真相，以自己之前不能完全信任杨平为由，成功让杨平毫无防备地跟着娜娜赶往根本不存在的死亡之地。随后杨平回溯过去，结果却再也没有回来了。这次的猎杀还得感谢成也的帮忙，他在白天展现的能力冻住了湖面，结果娜娜带着杨平来到湖面上，回溯一天前这里还是水的状态，而回溯时溺水杨平自然就着急回到现在，可现在湖面被冰封死，至于底下的杨平尸体何时被人发现那就不知道了。
第二个目标解决，娜娜自然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猎杀。她发现宫野对自己开始愈发怀疑，甚至总会猜自己的台。宫野的推理能力堪称一流，因为娜娜读心术就是靠观察以及心理学推理出来，和宫野却同样也能做到。虽然不知道宫野具体的超能力是什么，但娜娜却已经将宫野当成下一个目标。可还没有等娜娜主动出击，宫野却先找到娜娜，说想要跟她做朋友。可当娜娜到她家时，却发现宫野家中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有，这根本上影响了娜娜判断宫野的性格。不过宫野还是跟娜娜说出了自己来这里只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妹妹，但其实宫野早已在中岛的案发现场找到了中岛的手表。他看到悬崖的绳索断了，便跳了下去。根据捡到的手表时间推断，中岛应该是在傍晚死的，所以他笃定娜娜肯定知道什么。但是因为没有证据，他又不得不相信所谓的人类之敌或许真的出现了。于是他跟娜娜一起去跟校方禀报，但是老师却让宫野不要声张，不要引起学员恐慌。这不禁让宫野更加对这所学校存在的意义感到怀疑。而娜娜也已经计划好了猎杀行动。他了解到宫野失去嗅觉，于是潜伏到预定地点，将房间灌满瓦斯。当宫野打开火的那一刻，嘣！宫野给娜娜的危机感实在太强了，以至于他侵犯了最大的错误，迅速赶往现场。结果却发现宫野竟然没死，而且他的超能力也在这时候暴露，不老不死。拥有超强自愈能力的他，几乎就是娜娜无法杀死的存在，任何致命伤都能恢复。从这一刻起，宫野对娜娜的怀疑已经无法消除，三起案件全都与她有直接关系。他甚至怀疑娜娜读心术是否真实，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他，知道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相信。因为活泼的娜娜在学校很受欢迎，目标不得不转移了。就在娜娜开始寻思接下去要做什么时，娜娜却发现了一个也很变态的超能力——治愈。凡是被小板舌头舔到的伤口，都会以小板寿命为代价得到治愈。虽然不是攻击性的超能力，但就这辅助能力足以影响到后续行动。所以当娜娜打算去猎杀小满时，却发现自己被宫野盯上了。最终娜娜从窗户溜走，可却故意让宫野看到自己。等宫野追到娜娜而来时，却只看到娜娜被匕首捅到了场面。他清楚自己在这样猎杀下去迟早会被人怀疑到头上，所以他的想法是把所有矛头都转移到人类之敌上，并且他已经在为日后成为班长做铺垫。宫野不甘心地再次质问娜娜，可是即便猜测有可能是娜娜自伤，但是动机再怎么想都想不到。所以宫野内心虽说怀疑娜娜，但对人类之敌的存在也更加信服。娜娜的心理学不愧是一流的，在宫野推测她的动机时，宫野就已经败了。而同学们也在知道人类之敌出现后全都乱成一团，饭岛跟成也也在这时有征集领袖，包括去被小满提议让娜娜担任。因为读心术的原因，娜娜可以听到人类之敌的声音。最容易不服气的饭岛在看到那么可爱的娜娜后也就不争了。这次娜娜直接光明正大让小满去收集同学们的超能力，好方便日后的猎杀行动。而因为宫野随口的一句话，娜娜意识到自己行动上存在漏洞。人类之敌那么神秘的存在，怎么会使用类似锥子之类的利器呢？娜娜清楚之后行动绝不能再用这些工具杀人，不然迟早会暴露。于是她着手研究毒药，想要采用像魔法一样的方式让人死去。而第一个尝试这个方法死去的人，就是在半夜主动找上门的阿吉。这不是假的，因为阿吉的超能力是预知未来。本来娜娜是不愿意相信这个离谱的超能力存在，但事实上阿吉预测接下来他会被荞麦面盖头的画面真的发生了，预测的未来无法被改变，并且阿吉竟然早就预测到中岛的死亡竟是娜娜所为。很显然阿吉没有介入娜娜的杀人行为是另有目的，他想娜娜做自己的女朋友。在得知对方不是开玩笑后，娜娜也干脆顺从来到阿吉家中给他按摩，并被迫留下过夜。而在这个夜晚，娜娜发现阿吉所谓的预测未来是通过睡觉时用摄像机来拍下未来景象。娜娜看着新出现的五张照片，被其中一张景象吓了一跳，于是她偷偷藏了一张照片。不过却在隔天阿吉醒来后被发现了。阿吉坦白自己的能力一天只能预测五个场面，所以丢了一张照片就必定是娜娜拿走了。从娜娜身上他摸到那张丢失的照片是娜娜死亡的照片。阿吉兴奋了，一旦出现在未来的照片是不可能被改变。阿吉娜娜今晚十点在仓库见面，那是照片预测地点，也就是说娜娜的生命只剩下一天的时间还不到。他决定做些什么，可是打算偷袭的想法都被外界因素干扰。无奈的娜娜就想到偷给阿吉手表的时间，提前在仓库蹲点的娜娜却意外把毒针弄掉在地上。没有工具的她只能按照预测未来那样去勒住阿吉脖子，谁知阿吉却发现手表时间被调过，他早有防备，于是就呼娜娜变成了被猎杀的一方。就在阿吉兴奋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了窒息，随后就这样死去了。原来那张娜娜死亡的照片不过是娜娜随手拍的普通照片罢了。在阿吉扑到娜娜那一刻，娜娜拿到了毒针扎到了阿吉，未来果然是不能被改变的。可是解决掉了这个阿吉后，娜娜的眼神就更加阴森，因为麻烦才刚刚要来。
那张被藏起来的照片上面记录了娜娜杀害阿吉后被宫野和小满发现了，而现实中也确实发生了。看到宫野和小满出现，心中担忧也在宫野拿出自己拍摄的假照后有了缓解。他立刻甩锅给阿吉，说是他威胁自己，甚至刚刚准备侵犯他，不过却被人类狙击杀死。果然检查阿吉身体没有发现任何致命伤，宫野只能继续怀疑。而娜娜则立刻去阿吉房间清理剩下的照片以及那张自己杀害中岛的照片，结果照片的整个房间都没有。当娜娜来到了事发地点，却发现小满还在试图治疗复活阿吉，而她也从阿吉身上摸到且看到那张关键照片。在娜娜满脑子要立刻杀死小满时，小满却直接将照片交给了娜娜。娜娜杀心顿时减弱，尝试用言语忽悠小满，保证阿吉的能力只是念写梦境，这张照片是阿吉心目中的当时跟娜娜的关系而伪造的。小满他信了，但是宫野却实在无法继续骗自己了。他找到娜娜，坦白地对她的怀疑，不过却被娜娜一句我有独立心术，对于你的能力早就一清二楚，我为什么杀一个杀不死的人呢？这让宫野所有推理瞬间破碎。虽然宫野曾经也怀疑过娜娜超能力不是读心术，但却从没有怀疑娜娜不会超能力，这个岛屿只有超能力者才能进入。所以宫野在学校给阿吉举行的葬礼上要求进行验尸，结果意外出现了，阿吉竟然推开棺材站了出来，随后一句想要知道怎么死的直接问尸体不就好了。神域主人风间使用了死灵术超能力，娜娜惊呆了，这是什么鬼超能力？她立刻大叫，阿吉很痛苦，说自己的读心术感受到了那份痛苦，通过娜娜的人气并且没人怀疑她的超能力，加上是诈尸确实让人害怕，所以大家也都能理解，决定不再冒犯死者。风间也取消能力发动，但她的能力展露却成了娜娜下一个要暗杀的目标。这次计划倒显得很简单，潜入宿舍将毒针扎入，被毒针扎入的风间必死无疑。为了不让闹剧变大，娜娜还想将风间的女友幽香也一并解决。当娜娜准备下手时，本该死去的风间却从背后袭来，那股怪力让娜娜全身都快散架。原来死灵术的拥有者不是这风间，而是幽香。风间超能力只是简单的怪力，他已经是个死人，是幽香通过死灵术在控制着风间行动。娜娜很冷静地坦白了自己杀人，但是却威胁幽香没人会相信一个控制死人的变态说的话。如果幽香可以放了他，他可以答应保守幽香的秘密，并且利用读心术来传递风间的内心，这让爱风间爱到骨子里的幽香真的相信。结果娜娜趁势逃走，生气的幽香不仅不慢地追着娜娜，还很戏谑地坦白自己无敌的超能力，虽然确定是需要死者的遗物，不过为了方便自己，岛上死去的老师、学生等等以外的人都要他收集的遗物，所以最少娜娜不是幽香一个人，而是一群亡灵。娜娜不得已躲在一间屋子，却不曾想这里也有亡灵。幸好太阳升起，幽香无法在太阳下控制亡灵，他把小屋锁了，决定夜晚再来杀掉娜娜。其实娜娜早在门锁做了手脚，他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躲了起来，幽香因此找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找到娜娜，结果却在清晨被娜娜偷袭。而娜娜并不是用毒针杀死他，只是单纯地抢走了风间的遗物，那个遗物被他藏在裤兜。之前娜娜试图抢走幽香胸前的项链，但他发现幽香本能的不是保护项链，而是保护裤兜。现在局势完全在娜娜手上掌控着，娜娜直言说出风间的死必然是幽香所为，果然真的是幽香杀死了风间，因为他是一个绝对的病娇，认为只要风间死去就是他一个人的。在白天的环境下，幽香没有作战能力，被娜娜用毒针杀死并处理了尸体，想要昨天自己失踪一天供应了疯子，不知道又该怎样怀疑，并且继续下去自己的威信也会下降，毕竟只要跟自己接近的人都频繁死去，所以娜娜在想该如何洗白呢？回去学校的途中，他看到同学小雨在抓毒蛇，原来他的能力是将唾液转变为毒液。小雨说着说着还讲到自己跟闺蜜小薰因为美瞳闹了矛盾，这个天赐机会成了娜娜洗白的关键，他决定自导自演，甚至直接杀了小雨，然后来到小薰房间，在那美瞳注入了毒液。接着娜娜准备开始编故事了，果然宫野见到他立刻质问幽香风间消失的事，因为宫野早就当着娜娜的面猜测凶手下一个必定是针对风间。娜娜表现得楚楚可怜的模样，带着众人来到风间尸体前，谎称自己发现了幽香死灵术的秘密，被幽香追杀了一个晚上，所以才会消失一天。不过在差点被杀时，因为听到风间的心声转告给幽香，却让幽香心满意足而跳崖自杀，宫野实在找不到漏洞。娜娜顺势让范岛用火焰火化掉风间以及被幽香操控的尸体，但尸体都被处理后，娜娜作案证据就彻底被消除了。
因为这些尸体当中包含着被伪装的小玉，那需要绝对不在场的证明。他继续将锅甩给人类之敌，却被工人直接捅破。唯有每一次死的你都在。可话才刚说完，他们就听到一声尖叫。小旭在娜娜不在场的时候，眼瞳放大，惨死了。不过工人立刻检查环境，最后确认了美瞳被下了剧毒。眼看娜娜的嫌疑要被彻底洗白。工野却在小薰手机上看到小雨发来的道歉讯息，时间点是他们还在山上焚烧尸体的时候。小满直言让工野不要再怀疑娜娜，可工野却说娜娜身上一定有着小雨手机，并且说小雨已经被杀死了。他完美的推理出了娜娜的犯罪过程，但娜娜何尝没有反推？他躲了一把，利用山上的死尸在太阳照耀下会溶解而触碰点击手机，在犯罪焚烧的时候，手机早就和尸体一并被处理掉了。工业的推断基本是正确的，但没有证据被迫当着所有人的面要进行道歉。而当时在山上的工业的视线却在观察娜娜，对于那把被放在暗处的手机根本没有发现。这场完美的不在场犯罪让娜娜当场洗白，当然工业也对娜娜的怀疑只会加深。就在娜娜决定暂时收敛一段时间纠结是否处理掉毒液时，小麦却站在身后，意识突然模糊一下，紧接着就看到小麦拿了刀夹在自己的脖子上。他没有伤害娜娜，而是说一些让娜娜摸不着头脑的话，因为小满要让娜娜失去首领的威信。果然在隔天他便清楚小满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因为小满拿着一个礼物盒让娜娜猜。小满也在怀疑娜娜能力到底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绝不是读心术。娜娜先缓称自己太累了，暂时听不到，结果小满就不紧不慢地说，那我等你中午再来问你吧。娜娜清楚必须赶紧想办法，不然借口无法一直使用。当小满又一次拿了礼物让娜娜猜时，娜娜猜错了，小满很是得意。不过娜娜却不慌张，说旁边人太多了，她没办法准确听到小满心声，因为大家都在说一句话，我最喜欢娜娜了。这就是娜娜想到的对策，她提前在小满背后贴了一张纸，写上这句话，以听到大家的心声而让别人更加确信自己读心术的能力。加上小满今天一直疯狂缠着娜娜拆礼物，大家也都不会想到这张纸是娜娜自己贴的。如果现在小满继续不依不饶，就会像昨天工业怀疑自己一样被同学所针对，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娜娜立刻约了小满询问你到底是谁。应该被拆穿后，小满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男子。他没有隐瞒身份，他是几年前被送来训练的学长菊胜，能力是变身。当初幽香控制的尸体很多都是他的同伴，他能活到现在也是因为变成动物躲过一劫。那只岛上也是因为一个女生杀害同学被抓了起来，理由竟是他最强。那批学生都在跟幻想战斗，所有人都在以人类之敌为借口互相残杀，老师也逃走了，政府却完全不在乎这些异人。而活下来的菊胜却在回到大陆后听到政府告知大家岛上的所有人都已经跟人类之敌作战而牺牲了，但只有菊胜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所以他知道政府在隐瞒着什么，他想要跟娜娜合作，想要了解娜娜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以及政府所隐瞒的事情。他不会阻止娜娜继续猎杀，因为他的双手也沾满鲜血，所以他没有资格指手画脚。菊胜坦白了岛上的过去秘密，所以也想让娜娜说说自己的过去，可突然他就倒在地上，原来是毒针起了作用。娜娜正准备接通政府汇报情况时，却被工业抢走了手机，但随后工业也就变成了小麦。原来菊胜除了变身能力以外，还可以使用变身后的那个人的能力，工业不死的能力在毒素面前也能发挥。抢的手机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不过却看到在手机上出现每一个能力者预定杀人数的估算数据，这个在五年前出现过一次。娜娜想逃跑，不过却被重伤。可即便如此，他在分析着菊胜的能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漏洞，只能肯定菊胜的变身终会有局限性，否则他早就变成了幽香杀死自己，然后通过死灵术逼自己说出一切。菊胜看来硬的不行，便开始温柔细语，决定慢慢去了解娜娜。而娜娜也在昏迷前简单的讲述了自己的家庭，父母双亡，全是拜人类之敌所赐。这个时候的菊胜已经猜出了所谓的人类之敌无非就是超能力者。他在昏迷的娜娜缓缓地走着，嘴吐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岛上的杀人魔可不止你一个。等娜娜醒来后已经是躺在真正的小满房间里了，他告诉小满自己被伪装的小满伤害，也就是所谓的人类之敌。小满不理解娜娜为何那么执着于对抗人类之敌，而头一次对身边人卸下一丝防备的娜娜终于在小满面前解开了自己的过去，那就是关于父母死亡的原因。娜娜一直因为警察的隐居，犯人是从娜娜没锁好的窗户钻进来的，这让她特别自责，她永远无法忘记那天早上醒来看到的画面。说着说着，娜娜情绪略微有些激动，
是小满温柔地安慰着他。在这一天，娜娜没有任何行动地休息了一天，但是却仍旧有人遇害了。死者名叫石井龙二，死法极为残忍，喉咙被割破，背部还被重伤。宫野本能地想要怀疑娜娜，但在小满的肯定下，娜娜昨天全都在他家，于是宫野便将目标转向他人。第一个嫌疑人自然是龙二的隔壁舍友范岛。可是范岛昨天训斥小弟太过激昂，导致范岛根本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在思考范岛和他小弟的超能力后，都觉得跟死法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宫野不得已将目标转向了第一个发现尸体的龙二女友疯子。他的超能力是控制空气，在高度压缩下的空气就像刀子一样，跟死法是相吻合的。不过没有证据，大家也只是暂时怀疑，调查还在继续。这次娜娜也参加闹闹搜查队中，可是她却发现小满整个人都不对劲，想说什么却不敢说的样子。之后有人送来了上次娜娜昏迷在小满那边换洗的衣服，可是衣服内的毒品却不见了。正好宫野来找娜娜，还提了一句小满好像有话要说。但宫野的目的是要带着娜娜去调查疯子，可是疯子有绝对的不在场证明，但是房间内的凌乱以及死法都在指向拥有大气控制的疯子身上，所以宫野顺势想要寻找一下疯子的杀人动机。但娜娜却一直心不在焉，支开宫野后赶忙去小满房间寻找毒品，结果菊正却突然出现还给他毒品，并表示你真不应该怀疑小满，因为在这之前娜娜看到了小满的日记，上面没有怀疑自己的话语，有的只是无尽的关怀和担忧。菊正临走前无意提醒了一下娜娜，娜娜瞬间冲到浴室，却看到小满昏迷在浴池中不省人事。娜娜连忙带着小满去找人求救，可是岛上医生正好有事，简单处理后也没有好转。看着昏迷的小满，娜娜此时有着杀人的机会，可是除了嫌疑会增大以外，娜娜发觉自己不知道在何时间产生了不想继续任务的念头了。她好好奇小满先前到底想说什么，自己还误会他已经怀疑到自己头上了。幸运的是小满最终还是醒来了，只不过他坦白原因后却让娜娜异常生气，因为她竟是为了救路边的猫咪而体力不支。在小满看到娜娜的伤口就本能的要去舔舐，这种不将自己当回事的情况让娜娜终于发火了，不过却因此听到关于小满的一些过去。她曾经也有一个很好的伙伴叫童，小满是在娜娜保护下成长的，而关于超能力的副作用也是在童鼓舞下去帮助更多人发现的。透支生命的副作用让她一次进了医院，却凑巧碰到了童，才得知童竟是患了癌症，这是小满无法治愈的层面。看着好友死去，小满虽然是伤心，但却更加坚定要更努力，所以才会出现目前看到伤势他就会主动去舔舐。这次谈话娜娜娜突然迷茫了，之前政府会估算一个超能力者在未来会对人类社会的威胁程度数据，一个医疗兵比战士还要稀有，可多的善良的人真的会破坏社会吗？但父母的死还是让娜娜坚定要杀光所有人类之敌。可随着小满的一句话，她破防了，因为小满先前的不对劲只是在思考娜娜的过去，她认为窗户应该是已经关了。娜娜当时讲过她前一天晚上玩游戏玩到很晚，房间杂乱无章，可是第二天醒来却干净无比，说明父母是来替她整理过的，窗户也肯定有关上，真的不是娜娜的粗心而导致父母死去。也就是说关不关窗户她父母都会死去。小满越说越激动，甚至最后抱紧她，只为了让娜娜不要再执着于过去。也是这次对话让娜娜对小满的防备彻底消失，她不禁自我询问，朋友她也能拥有吗？接下去的时间她跟小满相处得特别愉快，或许这就是朋友之间的相处吧。可危机又一次到来，因为菊正半夜给娜娜送话，小满此时可能有危险，因为她看到小满一个人正走去海边废屋。娜娜不淡定了，头一次感受到心中的慌张，她跑了出去。为了以防万一，她决定求救工业，不过去她途中接到政府高层鹤岗的电话，本能的恐惧让娜娜挺直腰杆。挂完电话后，娜娜竟然试图回到以前的自己，可是却发现根本做不到。而小满此时已经到了绝境，她不知道人在哪里，可是却一直出现一个声音，并且受到的攻击都是突然出现。显然这个能隐身的变态玩腻了，戏谑的小满一个晚上终于也到结束的时候，可是没想到娜娜却突然出现替小满挡了一刀，而凶手也在这时候出现，正是范岛的小弟阿郎。龙二的死也是他所为，这个反派没有太多话就要继续下手。娜娜用自己的身体拖住了阿郎，让小满快跑，眼看阿郎就要杀死娜娜，宫野却控制阿郎本体让他住手。原来阿郎的超能力是灵魂出窍，娜娜早就发现了他的灵魂能够触碰食物，可宫野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娜娜躺在血泊中思念着父母，身体逐渐削弱，但紧接着是迅速的技能恢复，直到自己完全恢复，小满用生命换回了娜娜，再也永远回不来了。
这是我个人超喜欢的一部动画，所以真心强烈各位能去观看原片，再体验一次不一样的观影感受。以普通人的身份设计谋杀超能力者，着实让很多人看到过瘾，但也变相容易出现剧情漏洞。可本作真正的亮点是在反转，而并非绝对的智斗。虽说主角光环确实挺亮的，但我相信很多人在观影的时候都会有所动容，会跟着剧情一起跌宕起伏。而如果只是单纯猎杀，那么这部作品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小曼纳斯换来娜娜的觉悟，就这一段催泪的加入，让整部内容变得不再那么简单。恨透人类制定的娜娜却被人类肢体所救。另外，我有去看过一些后续，开头就被推下悬崖的中岛，真的是本作男主。他在后面还会出场，且能力逆天到极致。这些就不过多剧透。最后给那些还没追番的小伙伴一个提醒：如果你决定去补番一下，千万不要执着于智斗方面，因为整部动漫的精华是在人设以及反透露剧情，真的强烈推荐观看。我是少年，一个命令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如果喜欢解说，请点关注，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拜托。